皇上，我还要陪睡多久才能打破你身患隐疾的谣言啊？怎么说呢？看你怎么努力吧。我还要怎么努力啊？我牺牲已经够大了，现在这个社会像我这么敬业的人可不多了。是吗？俗话说得好，一万个男人里面，一个正人君子都没有。我跟你躺在一起，我每天提心吊胆的，精神很容易衰弱的。可朕看你这个睡姿，怎么不像提心吊胆、精神衰弱的睡姿啊？怎么了？那这应该是10001个里唯一一个正人君子吧？笑什么？笑得这么猥琐？睡了，不要吵了。怎么了？一大早气鼓鼓的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睡觉姿势也好看不到哪儿去，好吗？嗯？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快看，好刺眼，我要瞎了。瞎倒不是这儿远，我告诉你，哎，记住了，不该看的你看到了，会长针眼儿的，啊！师傅说的有道理，以后这种情况，不该看的不看。哎，我说，我要长针眼儿。怎么了？没睡好？你知道吗？你睡着的样子丑死了。就跟死了一样，好几次我醒来都很伤心呢。注意一下自己的措辞。哦，就跟驾崩了一样。哦，朕知道，你在报复。上次朕说你睡姿难看，你现在逮着机会造谣反击。嗯，我哪有？看不出来你嘴硬的时候，还挺可爱的嘛。好了，朕带你去看个东西。嗯。